大学学测成绩已经公布，参加个人申请的多数考生正在选填志愿。台大团队经过两年的时间，发展出免费的多元智能选系适配系统，协助考生从个人优势智能找到适合的志愿。2月23日学测成绩公布后，松山高中高三家长陈国作就和孩子讨论个人申请的志愿如何选填。他今年就是考的时候呢，某一科他觉得很有把握的，但是考差了，填到都只剩后面的那个比较后面的私立大学才填得到。如何找到兴趣与能力可胜任的校系？台大 USR 计划适性扬才行动方案团队发展免费的多元智能选系适配线上系统。这个系统先由台大各系组教授填写该系组所需的具备智能，得出雷达图。当学生上线智能测评，得出多元智能分布图，就可以和系组图对比，列出较适配的系组。他的这八个能力，你会发现，黑猩猩对不对？语文、音乐还有肢体动觉，然后他的逻辑跟自然观察也不错。以这样子的能力来讲，最适配的就是什么？政治系、历史系、人类学系。王秀怀强调，多元智能选系适配系统以台大系组为基础，提供系组适配建议。但相同系组领域所需的人才特质有一定共通性，适配的资料也有一定程度的跨校实用性。而确实，志愿选填还得考虑分数、学费、离家远近等等。但这套系统无非是希望协助学生能选其所适，爱其所选。记者林小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